道跑，然后灯火通明，所以就会赶快集合。对啊，昨天是谁说要来载你？对啊，班董说因为行程取消了，他很期待你回台北的。哦，为什么？他说你什么时候回台北？他说不然下去接你好了。这个很疯哎，接人，引人，真的始料未及啊！不知道怎么完成阿鲁的心愿。他想说都要来了，我们就完成阿鲁的心愿。对啊，我就想说阿鲁都要来了，安排一下这些。看上礼拜瓶盖工厂，这礼拜直接到本店。也没看到，也没吃到，总是要那个吧。对，此前也没吃到，也没看到啊。真的，这样就可以跟店家合影。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店家。店家合影。人家都店家而已，不要想太多。合影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听不懂合影。合影拍照。合影。合影。合影。是怎样啊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没有合影这个。你看啊，我们女生已经受不了了。受不了什么？我说合影是，我的字典里比较没有这个词、啊。没有这个词，然后你还一起拍照。你字典要换新的了哈、啊。字典不够新的，现在有点旧。更新，还有好恐怖。我加速。对啊。帅呢。离你的幸福又晚了一点点。你不要太吵哦，吵死了。你不是一直要叫我那个谁？来坐你的车吗？奇怪，是他叫我不要急的啊，为什么突然变这里不要去了？我们还有两个人，又要卖瓜品的。人家说不要急，是说大家可以一起去的。还有两个是谁？维尼跟星星、啊。哦，另外一个会做蛋糕哎、欸。他也是会做蛋糕的。哦，他做的蛋糕是很好吃的。他过去就只有一直说他很善良。为什么？他就只有一直说你很善良，因为我们在推荐你。然后我同事就说善良是人的基本配备吧。你是说上次你说那个高高的那个？嗯，不是上次你碰到的，你没见过。不是啊，我意思是说年纪差不多的。我意思是说你上次那个我们吃火锅的时候，你给我看的那个。对，就其实跟我同年纪那个。Yes。那个他应该你说他很难搞的那个不是吗？然后他就说什么星座？我说金牛座，然后他说金牛座不行。对，他已经说不行吗？就直接说不行。然后我就说其实金牛座我也不行。我说我认识的金牛座都，就是因为我比较急，金牛座都比较慢，我就觉得快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没有阿鲁很急啊，没有很慢啊。我也是，他那时候急的时候我吓到了。他出乎意料的进步，真是把握性。他因为已经等很久了，不知道等多久了。我以为你说已经等很久。我不是等很久，我说等很久。你可以，变态。